彰化县童军代表团于今天起至台南市走马濑农场参加中华民国童军总会举办的中华民国童军第十二次全国大露营活动，一早于县府府前广场集结来自全县各地的六部游览车童军代表团，由县长王惠美授旗与代表团分营区副执行秘书赖良柱校长，且颁发加菜金，祈勉所有童军伙伴同心协力，怀抱国际，迈向永续。今年啊，我们的这个童军总会啊，又举办了一个这个童军的一个大会师哦。那这次呢，彰化县总共有290的童军来参加。那这次的课程非常的一个精彩，包括有现在的永续啦，还有我们 AI 啦等等的课程。相信同学们去了之后，绝对是收获满满。我们也期待透过童军，让孩子们啊，可以说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家长们一起来支持孩子们有童军的一个精神，不论是在学习上面，或者未来的为人处事方面，一定能够更加的这个有利哦。那对于他未来的发展，就会更加的一个有帮助。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这个所有的家长一起来支持我们童军，让孩子们能够呢得自己的权利，好，我们能够有一种。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